墨镜卖力开唱，特别来宾陈晓东为品冠的演唱会助阵，一起合唱成名曲《心理游戏》。十五年的好交情，让陈晓东再一次为品冠出道20周年的演唱会开嗓，还可以吗？可以 ，sex 不 sexy 啊？除了大秀舞技，创作歌手品冠当然也要来一段不插电演唱。飞呀飞呀，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，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。虽然未来如何，不能知道。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？阿贝卡里浪迢迢，因为家里多米阿贝起来靠。暌违6年再开演唱会，品冠不忘向音乐教父李宗盛和天后江蕙致敬，又是情歌又是舞曲，品冠在舞台上大解放，也让歌迷享受完美的周末夜。方式和样子我都反复练习，多甜蜜要不你，真爱永远不会过期。记者金万红、群星台报道。